Cosmos。嗨，我是宝可梦。我今天呢，刚刚收到悠游卡公司寄来的这个，好像是悠游先锋的小赠品吧。然后我自己其实也蛮期待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现在来开箱，好，看看到底悠游卡公司我们那个天龙之父送给宝可梦什么东西呢？来看一下哦。它有一封信，哦，应该是感谢信，怎么弄一下？哦，来了，好，哦，他有说感谢您呢，就是来看一下哦，就是悠游卡董事陈廷如，哦，感谢悠游先锋的试营运期间呢，然后让我们就是一起来参与这个测试的这个行列，然后呢，他说3月23号会全面启动，那他送了我们什么呢？有没有一个很漂亮的悠游卡，哦，是我们悠游先锋专属的这个悠游卡哦，真的是还蛮不错的耶，哦，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个是非常棒，哦，所以宝可梦应该是第32号，也就是说500个里面呢，我是第32个报名登记，并且就是完成任务的。我这一次呢，他们最高好像可以拿350吧，那我是拿到了一个50跟一个100，所以我大概解了2个任务，然后有一个200块任务是你要一直拿这个所谓的悠游先锋。一直去买东西，然后买5次吧，在不同的通路，好，有点难，所以我就没有去解了。但是事实上，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就是蛮特别的经验哈。然后也谢谢悠游卡公司，就是这个天龙之父对宝可梦的厚爱，让我拿到一个这么棒的东西。那我们就下回再见，拜拜。